现在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欢迎大家来收看今天的节目。来，咱今个是一个新的一个系列，即列想要甲大家来谈，就是难免咱人生吼，拢有欢喜的时阵，但是呢，也有正失志的时阵。所以我想要甲大家来谈，讲诶恁啊最近状况正歹，心情正歹，可能叫做低潮，要安怎来突破？吼、哦、要安怎来行过？人生上大多痛苦是虾米？ 即是要什么，甲大家分享讲，人生最大嘅痛苦就是袂当原谅家己啊。所以今日要来讲诶，今日讲你头一次，即、这个是真要紧。因为真侪人伊做毋唔代志诶时阵，伊无法度原谅家己，吼、哦，他会用处罚家己来弥补家己内面即个罪恶感。但是这实在是一个真无好诶方式。然后我就讲，一个人我著是我真自爱嘛，我很自爱嘛。 所以我若做毋到，但是我拢有处好我家己。我对佮伊要求其实拢真悬。咱就你讲，安尼代表即个好人，然后想想要拍破即个观念，亲爱朋友，人活在世间，无任何一个人，你真正是你的道德比人好甲倒位去个。鼻讲安乐个，无一个好人。你基本上你就是爱承认咱人是需要稳定，人是需要上帝一听来甲咱救赎。 但是咱人足无会承认呢，咱人足想欲计较诶，讲毋免我免靠上帝，我靠家己就好。我人做毋到，我以后我会去改。讲甲秘书家己安尼能力真强啦，啊，讲甲秘书家己敢那真厉害安尼，事实上，咱人非常诶软弱。所以当一个人做毋到代志诶时阵，为着要表示讲我其实我是我毋是调理过诶，为着表示讲我其实是足坚强诶人，伊会产生一个极端诶反应，叫做。 袂当原谅家己，有一个牧师，即、這个牧师伊拢伊有一介出去去国外，吼、哦，爱去国外阵吼，因为家己一个人吼，伫国外孤单无伴，啊，人男面拢有情绪，所以呢，有一摆当伊心情足无好阵吼，伊会足生气诶啦，吼伊会足无助安尼啦，怎转呢去开查某。 啊，同你也知影，那你做种代志事后吼，家己一定做恶感足深诶嘛，一定会真自责嘛。讲我会做即种代志，家己根本足见笑诶，你知哦？吼足惭愧诶，安尼啦。所以呢，伊等于了讲，我若会安尼呢？我会做种代志咧，所以家己真自责，所以伊一定无得原谅伊家己哦。所以即件代志变作是伊心中足大一个伤痕，伊毋敢甲人讲。 伊也加自责，也祈祷讲上帝，请你原谅我，请你赦免我，我无应该做种代志。但是了后呢，伊嘛也抑个是感觉讲，伊是一个足垃圾的人，伊嘛是抑个感觉讲，伊是一个足无性格的人，所以种罪恶感伫伊内面诚深诚深，所以到最后伊挡袂牢伊只有去求助，哦，去找另外一个专门咧做种异地的工作，而且个目者。 将伊心中的罪恶、迄种个痛苦，才讲出来互伊听。所以，会甲你讲即个故事，就是咧讲，咱人毋是甲咱讲我认罪就好。有个人伊变做讲，你无了解，即个咱人的本质都是做歹，所以你需要上帝稳定。有个人因为伊甲你对家的要求真悬，所以伊无迄个能力去得上帝稳定，伊拢总靠家己的努力。 当上帝讲我下变你的时候，伊讲我知啦，但是我嘛也是感觉我很不好。哎、欸，他在他過一直伊未改，是你知无？啊，这变做一个阻碍，这变做讲，因为一个心中伊家己感觉讲我毋是一个好人？所以伊感觉讲我不骗你这样爱我？伊有这个想法，伊会产生一种自卑感，哦、喔，结果也造成伊甲伊的太太之间，一直感觉讲啊？我已经毋是以前迄个人啊，你无了解，我已经毋是以前迄个我。 所以心中的这个罪该捆绑，可以帮我得到自由。所以那件代志过去啊，伊冇甲上帝认罪啊，上帝嘛赦免你啊。但是呢，伊的生活无法度再等起以前的迄、那个以前迄个美好啊。今日节目中间，老尚想要甲大家来分享。亲爱的朋友，这种故事可能你听真济，也讲不定你家己也不如差不多的故事。就是讲你可能做一来什么唔对嘅代志了，你开始家己感觉讲我乃这样差。 可能一个学生自我要求正悬，所以有一摆次我做弊，就感觉讲啊，我来做种代志正见笑哦。啊，且真正个性差正少，有的人是做啥物未见的代志，伊拢未感觉安怎咧。但是有人道德正悬，伊也小可做了失败的代志，做了无好的代志，伊就正自责，伊就正自卑，伊就正袂当原谅伊家己，这真正完全无共款的个性。但是你若是属于迄种真够要求家己的人，老三直接想要甲你讲。 你即个部分一定要来突破，你一定要来改变。人活伫世间都是需要原谅，因为无论你偌认真，无论你偌注意，你还是会犯错，都、就是伊也做毋到。所以，这对一个自我要求足悬诶人伊也极怕接受诶。啊，像那自我要求诚悬？高，著、這個、是伊诶父母、主持人对伊诶要求诚悬。所以伊无法度。所以若做一件毋对诶代志诶时阵，伊会用真严格诶方式来处罚家己。 因为伊感觉讲，我若无咧处罚家己，我未交代志。虽然即件代志别人拢毋知哦，即件代志可能嘛毋是犯法，比如讲我讲白贼，哦，这也无啥物犯法啦。但是伊会家己处处罚伊家己，因为对家己的要求真悬，所以即款个人变做讲，伊无法度原谅伊家己啊。哦，所以亲爱朋友，我相信咱人生诶中间，加减拢捌做一寡真严重诶错误诶代志，我毋知影你诶生个中间。 你所做过上可怕代志是虾米？对一个结婚的人来讲，我想婚外情是介可怕。吼、哦！啊，咱若讲要袂结婚，结果咱有一个囡仔未婚怀孕，迄嘛是足可怕。若是咱结婚之前，咱要堕胎，咱要摕条囡仔，迄嘛是拢足可怕。所以呢，咱个生活中间，你若要做过即种代志，你会感觉讲哦，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，对勿啦？哦，罪不可赦啦！ 四号啦，有等下你诶家己正自责，所以毋们今仔日伫讲这段诶时阵，帮助咱老一框诶朋友，你诶人生过去，你捌真正做过一寡足无好诶代志诶人，你会求上帝用伊诶稳定来甲你扶持，毋原谅家己，袂当解决问题。我影真正人，伊无法度原谅伊家己，因为伊太受气啊，因为太深诶挫折感，讲我会安尼。 我若会做即种代志，我都毋是即种人，我开会做即种代志，所以我无法度原谅我家己。问题是讲，代志已经发生啊！你袂当原谅你家己，但是问题就是代志已经做啊，所以你会足生气，所以你会讲错乱，特要起笑，你也内在冲突，也足强足强足强诶。那拄到即个情形时阵，你更加袂当原谅你家己，这只不过是互你能力更较降低。 只不过，互你个自我形象更加破碎。对著帮助你，对这个罪恶中，佮背起来，佮向前行，完全无帮助。所以，亲爱朋友，今日只只要讲个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观念。上帝阻咱人伫世间，伊无爱咱犯罪，伊爱咱每一个人过圣洁的生活，伊爱咱每一个人欢欢喜喜。但是，难免有时阵真正你就是做未到。当你有做未到一时， 上帝是毋办讲，你赶紧个爬起来。上帝毋办，你赶紧忘记诶，背后努力面头前,前。以前诶代志算啊，唔该讲啊。你努力面头前,前，你继续往前行，安尼著好啊。上帝心是安尼，但是有时阵咱人无法度。上帝讲啊算啊，算你讲未使，未当算啊。上帝你原谅我，我我要我要毋原谅我家己。足多人用即种方式，因为安尼代表讲敢若。样。 安尼代表你真正是一个足好诶人。虽然人做足侪行为，只不过想要证明我是好人。上帝，你原谅我，未使，我无即简单原谅我家己，我是一个足歹诶人。借问，安尼敢有路用？安尼无路用。你想要用即种方式来证明你是好人，这是完全错误。你若要证明你是好人，你有在条，你一开始你着卖做，都已经做落去啊，已经失败啊，抑阁伫遐咧表现，假足未当接受诶。 一个你讲我袂当原谅我家己若做种代志，我袂当接受。嗯，啊，你都明明都做啊，你讲你袂当接受。所以种袂当接受诶，情绪诚强烈，只不过代表讲你甲家己也较真悬，根本你无迄个实力，对无？你做不到嘛，你做袂到,到嘛，你有才调你就卖做嘛，你都做袂到嘛，你就是忍袂掉你也去做嘛。啊，他妈做了个，底下你讲我都是迄种人，哦，我委屈出来，我家我己我哪会安尼？ 无意思啦！哦，真正无意思啦，朋友啊！你若认真冷静来想，咱人是足矛盾。咱人是罪人，毋是咱会做毋到，所以咱是罪人哦。咱人是罪人，就是咱做毋到了后，佮佮敢若袂输，讲，我其实我是足无爱做这，啊，你无了解我，我毋是迄种人。啊，做都做啊，佮佮想要表示讲，啊，我我我毋是迄种人，我其实是一个比我所做的人。 比我所做的，志更加好的一个人，不诚实啦，无一底的，不一致啦。所以，咱人活在世间最要紧的，就是讲，你也承认你的软弱，你也承认你根本都不是一个你家己所想的这样好的人。当你做的这些垃圾代志出来的时，你也做这些代志，都是证明你真正是个做人，咱也承认。但是承认不是讲、啊、放弃，不是哦。 承认就是讲，我面对事实，我面对现实，因为即个代志真正我有做，啊，我来做即下嘅代志，一定有原因嘛，一定有原因嘛，对无？一定是因为我本身内面有另外一个问题嘛，所以我毋知系因为迄个问题，我会做这种代志，哦，比如讲我太人，问题毋是太人嘛，问题系咩？问题是，一定是你有家你生气嘛，啊，所以问题是。 你生气的时阵，较会袂当控制你的脾气，所以问题毋是太人，问题是你嘅生气，你嘅迄、那个怒气，迄个强度，那会遮样啊强烈。所以问题焦点毋是你太人，问题焦点就是讲你免当控制你嘅情绪。问题焦点就是讲你为什物会生气？因为你感觉伊安尼得罪你，你感觉你被伤害，啊，你想哪样互种被伤害嘅感觉？这就是你嘅认知出问题。 你对即件代志该谁出问题？所以你看，少年那有通啊争风吃醋无哦啊，逐个伫遐咧小台，他咧哦，你抢我,、哦、我女朋友，我阮女朋友你给我看一个，我袂使。他妈小台叫我人刣死，啊刣死即怎互掠去法院的时阵，警察叫阵后悔啊！伊讲啊，我都毋是调理过，问题毋是你刣人啦，当然刣人是足大个问题啦。但是真正个问题著是咧讲，啊你是安怎人看你的女朋友，你著甲人小拍？为什么？因为咱自卑感。 咱感觉讲，这是我女朋友，没当我你看，对无？我诚无容易有一个这尔水诶女朋友，这是我诶，汝若敢看？阿、啊、毋代表汝要敢抢？阿、啊、毋代表汝看我无起？一定是汝对这件代志，汝若讲？人甲汝看你们，哇，汝女朋友好漂亮哦！人是咧甲汝耳朵？汝开会甲人小怕，你都别甲人拍啊，对无？人說哦，汝缘投哦，哇、哦，这个女朋友这尔水，汝开会甲人拍。怕，小会相拍，就是汝有这种威胁感。 你感觉讲，人要来抢你的女朋友嘛？对吧，我女朋友假使你看啥看啥看啥，你想要是不是？都都害怕，因为你有种威胁感。你感觉你去有威胁到，而、啊、且其实是你解读错误嘛。人看呢，人阿无我要甲你抢去啊啦？你了解吗？那某一个行为的背后，一定拢阿个一个原因。所以你若做出一件代志，你袂当原谅你自己，一定是一件代志真严重。但是，想讲你也做出一件严重的代志。 你应该对这个角度来思考，安尼才是真正有概的我看看待解过不？了， 凡影，当内到三昧色佛，凡事都有原因。亲爱朋友，唔，通看他看结果，爱会样找出原因。你做一件你，你足未当原谅你家己嘅代志，这是结果。你若看他为著这个结果在生气，无落用啦。你要找出原因，为虾米我来去做迄件代志？ 你要找出原因，才当对症下药，你才进步。比如讲，一个查甫人分外情，袂当原谅，足严重。但是我问你，想做怎会分外情？为什么会分外情？你甲你某感情啊，正好要来分外情。所以你也会向去想，现在我嘅婚外情一定是因为我甲我某嘅关系有出问题。 对啊，还是讲你甲恁翁公的关系一定出问题。你若甲恁翁恁某感情真好真甜蜜，那可能分外钱。有人讲，无咧，伊无叔你毋知。有人个感情足好，路尾有分外钱。迄、嗯、著是感情表面的好，听好无？迄著是表面上看起来袂输，敢若感情真好。但是实际上，因的感情根本都无好，这是危机啊！教会内面即个危机更较严重。好、哦，毋是敢若只有教会啦，就是讲。 一个团体内面，因为伊要互人看嘛，讲啊，阮感情真好，伊惊去互去互看到因的问题嘛，伊毋敢讲嘛，伊暗藏嘛，所以伫人诶面头前拢表现讲，哦，阮两个感情超模范夫妻，即个上大诶危机。因为当伊感觉讲，阮是模范夫妻，伊毋敢去面对即个问题，啊，即、這个问题无面对，早晚有直接就逼空，早晚有直接出代志哦，所以咱毋好暗藏咱家己诶问题。 所以你来讲，有人有婚外情，我当百分之一百给你保证，一定是伊婚姻有问题。婚姻啊，无问题，没那有可能婚外情，无可能嘅代志嘛，对不？诶，今仔日即个茶杯啊，老什么在饮茶？即个壶啊，若无破孔，我添茶会漏水无？我问你，我咧添茶会漏水无？未漏水嘛？我讲哎，会漏水，会漏水，我以为一定是破孔。 有没有其他原因？无其他原因，一定是破空讲翻即个意思嘛。所以，若一对夫妇讲啊，我有婚外情，我无说，我两个人感情足好，那也够有婚外情。我讲你骗笑，你自己欺骗自己。你两个感情足好，就敢若咬也无破空，咬也无破坑的老嘴，你当做我笑诶？无可能嘛。所以，你若讲一对夫妇，讲阮两个夫妇有有其中有有一情有婚外情的问题，安尼？ 百分之二百、百分之三百、百分之一千，都、就是恁两个人感情有问题嘛？一定都是你、你甲你某最近状况无好嘛？可能是恁结婚以来拢正甜蜜，但是一定是最近无好。你若讲无好最近嘛，就好啊。最近就好，你个分外情，安尼要看精神科医生啊，对无？所以一定是因为有一个原因。好、哦，所以你若做一件足严重诶代志，你袂当原谅你家己。 你卖就伫遐咧生气、生气、生气！我来做种代志，迄无效啦。你爱去找出原因，吼、哦！我闹三分外情，你爱去？我老三种人，我有可能有分外情。问题毋是你遮，问题你爱接受讲奇怪。哎、欸，我叫是，我袂啊。结果我那哎、欸，你都要面对，安尼可见，你甲家己想法真好。好、哦，因为种种类真严重，这是道德诶问题。我唔敢激烈起别人，我激我家己嘛，对不？ 是讲，如果老子我老三，我分外正个孙，我讲我,我是老三呢，我拢伫电视咧人教呢，啊，我卡家己分外正，毋免奇怪，因为你有做迄个行为，你若有做，就是代表你无像你家己个行为，这样好，遮样勇壮，遮样坚强，遮样纯洁。若真正我老三，是想我所想，讲，我老三伫电视咧人教，真正我绝对呗。 你若真正讲会到，你著做会到，才来证明你是迄种人。你家己认为家己像我老三，我拉说我，我认为讲我未来我毋是迄种人，我认为我毋是迄种人，结果我有去做，都一个为准。当然以你做为准，毋是以以你讲的为准。所以你若有去做一寡家己袂当原谅家己诶代志，你若有做出种代志来，请你著承认。你看走眼，看你家己看了有什过关系啊？ 看你家己看了，真过了不起去啊！当你若有做迄种代志，都是证明讲你啊，都是遮尔啊，烂的人。你了解我意思吗？人生都是安尼，亲爱朋友啊！所以当你若做一种代志，你就爱去想，为什物咱，我来做种代志，毋是刚才在生气讲我是老三呢？我哪会当做种代志？无甲做人都做都做啊嘛！对不？我伫咧强调，你有才调，你着莫做啊！既然甲做了，就是在承认。那对我来形容啊，你可能我会做种代志。 一定是我甲阮某诶感情有问题。好，阿囝阁等下吹啊！啊，我甲某感情是先有问题，是毋是？阮某拢无关心我。我那问问讲袂嘞？啊，阮某其实嘛正关心我咧。啊，阮某关心我，我那会阁恨我一截。哦，啊结果啥物？啊，著、啊就是你家己好色嘛，哦，好色嘛，家己,己爱花嘛，家己爱开查某嘛，对无？即著怪啥物人？即甲太太无关系啊，即就你家己啊。 好色啊！啊我，我都爱过问啊！啊，我现在来好色，现在我一个查甫人有太太，我也个无够，我还要搁另外个吹，到底什么？哦，都、就是代表我自我肯定无够，所以我就现在用个查某音仔，哦，大家都爱上我，哦，然后一个查某噪音啊，我果了毋满讲，伊变做我诶，我就想要拥有他，啊，代表什么？代表我安全感无够嘛？啊嘛，代表我根本都未样尊重别人嘛？ 我袂晓尊重阮太太，我若尊重阮太太，我来甲人分寡钱，代表我我不懂得尊重她，所以代表我这个人尊重人的能力出问题，代表我这个人，我对我家己的判断出问题，代表我这个人安全感出问题，所以你得爱去揣，爱去找人甲你帮忙，讲为什么我四十几岁人啊，我竟然我的心也阁亲像十几岁咁款，我要阁急急要证明我家己的能力。 迄是只有十几岁囝仔对家己无信心，只也想要伫某囝仔面头前表现讲我很厉害，我很强，你们爱上我吼哦。那么刘三，刘三，我爱你安尼。诶迄、欸、是十几岁的心态呢？我也会才四十几岁啊！我我毋往讲，迄小会杀掉我，我卡也过安尼咧想咧。所以，当一个人袂当原谅家己的时阵，我咪建议就是讲，你若要选择无爱原谅你家己哦，我想你也阁不如吼承认你的错误，然后呢？ 真勇敢，抽丝剥茧，一步一步去揣，揣出我是安怎来做出即种代志诶真正诶原因。迄、那个原因可能毋是这个，可能有真济原因，甲原因揣出来。然后倒来佮上帝面头前认罪悔改，求上帝赦免你，求上帝改变你。你讲这就是我诶问题，吼、哦！安、啊、尼我都即个部分，我都要进步，爱成长，安、啊、尼。

如果呐，安尼做宣教师做二十几年，结果来检查诶时阵，竟然讲得着癌症，我毋知影那是你，你敢会当接受？但是今日邀请一位来宾，伊著是有亲自有即个经验吼，即、哦這个是伫泰国已经宣教有二十几年古时间黄河美宣教师吼、哦，但是在伊诶个人诶身躯顶，有发生啊真奇妙诶代志吼，咱、哦、今日来邀请伊来分享吼、哦，来先对大家请安。嗯 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平安，我叫黄和美。哎哎、嗯、啊，你你是什么情形之下，你也发现讲你有感情？哦、啊，因为我在这里二零零三年去美国读研时候，生、嗯，功课实在是很重嘛。是啊，因为我当时学生比较这里电脑电脑啊，啊对,对对对。所以呢，每天就要 cry out to the road 啊，<laughs> 变变命激动啊哈。对啊。对啊 都被，打工暗示了，被存档的时阵打打完了，要存档都不见了，哦，哇，惊掉死啊！哎，明天再去偷再起来试点哦。哇，较紧知道啊，然后够较紧写报告啊，打工好，这个作业追着跑。后来到了二零零四年，我就毕业了然后啊，同学们就说哇，这个叫最大声的哦，啊，跑得最快，因为上帝有给我一句话说，我要去美国读书的时候，上帝给我一句话，二零零啊。 零一年的时候，我用电脑叫我去美国读册，我讲我不爱、嗯、啊，因为美国伤贵啊。嗯、我当下台湾两万块，等于当一学期就可以,就可以、嗯。结果去美国啊，到位时阵啊，上帝给我一句话讲：我要如鹰把你背在翅膀，带你来归我。嗯、所以我打工就抓到了了抓住这个，哎、啊，上帝的英文哦，比较记得。嗯、啊，感谢入住二零零三年哈，我、啊、就毕业，我就先 Christmas 的时候就先倒登去泰国。 啊！倒等、啊、去泰国嘅时阵，我都继续传呼音。啊！啊泰国嘅大鳄，清迈大鳄就请我去教。是,是是是。啊！后来有一天我伫行路嘅时阵，行到一半呢，诶，我的书包呢？哈、嗯，我迄个背包呢背起了哈、啊。嗯。所以我都要去叫嘅时阵，旁边就有三个人跑过来把我扶起来。原来我都是一到底下了。你记起无感觉？我记己就唔知讲，我就是我书包那耐落地脱卡。原来我都是一到嘛。 哦，啊，泰国人，他们是 very friendly，以及就有爱心的啦，三个人都走来，把我救起，嗯看我有安怎啊，我就看看咧，哎，无安怎？啊，过过不了。久，我咧就感觉怪怪啊，那也无大无一啊，你继续讲，嗯，我就想讲，我伫泰国介少巴刀嘛，嗯二十几年拢介少巴刀，拢做什么都可以小小心啊，嗯嗯嗯嗯，啊，结果过不了。过过巴一刀，过不老过巴一 我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啊外形酷，他是有问题啊？什么地方不平衡那些啊？那哈、嗯，一定是啊？呢，哎，会不会是我脑子还是什么的？嗯，哎<嘿>，嗯嗯、我第一遍个读册时，呃，这个台福神仙的老师啊，做所谓牧师啊，刘副理院长的工，黄阿妹，你在泰国已经二十多年，够了。是啊，第一线哈、哦，应该让年轻人你到第二年年、嗯、第二线来啊。 啊，来做传递传做教育、嗯，训练，嗯。哦，谢谢你啊，先知所以啊。后来时生，我等公多等来台湾检查看咪。是。所以二零零六年哈，我就等来台湾去检查看咪。嗯。啊，就去龙总啊，台北龙总，龙总的医生。哎，龙总的医生讲啊，你自己得到癌症，你还不晓得？天哦！你公你做什么有这书啊？ 我讲我内、嗯、在，那我得注意个滴啊！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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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他讲你自己已经癌症那么严重了哈！我讲那接下去怎样办？不是我严重。伊讲因为我的癌哦，六点八公分嘛哈。哦，这多大嘞。嘿，阿、啊、姨，他讲你哦爱开刀啦。嗯。嗯我讲开刀了要别创啥？伊讲爱化疗啦。啊化疗嘞？伊讲爱放射性治疗。 我讲安尼都袂使啊，嗯、我跟他签一个月啊、哦。你两个在说你在，债、嗯？伊讲你个在收债，你个个你的彩会讲吼，你已经破病啊。哦好好、哦哦哦、好，好好我就想讲，反正咱的生命拢像花，像草嘛，花比骨干，草比貂残啊。所以说你别妄谈上帝，你讲我上帝，我你做家这给我对到感情。无我就想讲，我上帝，我袂去啊。好，厉安尼吼。 我也可以洗了世上的劳苦。你想我的当做你毕业了，就对了。對,对了，<laughs> 啊，因为我都无无个继续去隆重，我都去佚佗。啊啊、你够你这样，<是>你直接就勇敢，你做做你放心去佚佗就对了。嘿，我都因为家人也好了嘛，我就去。哦、因为你本来是等下度假去，你是說你本来想做一个健康检查两两嘛。<對>哦，啊，等下度假的嘛，对不？ 但是你无拍算讲，结果一个检查咧过程医生甲伊讲，你即马是有病，唔是感冒，唔是讲啥物肺炎，唔是，即马你是得叫癌症，而且应该是癌症，已经真末期啊，所以爱做一挂治疗，已经是，其实是真危险。一旦甲你嘅公司讲哦，车位讲哦，你已经作严重中破病，佮走去佚佗啦。啊，结果佚佗了会安怎？你今日无时间通讲，按、啊、边说，啊，到明仔载继续讲啊，所以后集继续收看，多谢。